你好，你是徐总的保镖可思议吧？嗯，我是新来的实习生，请多关照。哦，这是我自己亲手做的巧克力，你尝尝吧。嗯，给我。嗯。嗯，谢谢。我喜欢徐总很久了啊，因为他来的和歌，我知道他是一个很传统的人，所以我想用情书的方式向他表白，请你一定一定帮我把这个交给他，谢谢。你是在让我帮你告白？拜托了，谢谢，拜托了。Lisa 姐，吃饭了。好，你等我一下啊。